Yeah, I think we're about to.啊，我快结束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给大家把这两篇课文讲完了。你的话也讲，你的中文也讲的挺标准的呀，跟刚刚的那个，刚刚有一个叫李欣，他在，漫才，他在漫才那里，哪里？突然到。刚刚一个男生，他也是越南人，他中文也学得特别好。对，哪里有马西达嘎？我都不懂啊，我只是会阿里嘎多、坎巴哇，然后。什么呢？什么的呢？卡哇伊，scoi。已经懂好多了，我也就会这几个。你别骗人了，行不行？进去干啥呀、啊？我一看你就会讲什么，日语挺流利的，挺溜的那种。不是，还要继续学习。德国也是，我向你学。你是越南哪里的呀？有可能是你对越南懂得不少，了解不少。我在这里，这是西元嘛，所以告诉你。是 Is she 从。Chinese or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No, no, I'm not. I'm from Vietnam. 我准备给你回答的，然后你自己用英文回答的。他没事没事，慢慢来。就啊。这边越南朋友，他们的爬来这里真的很多。你在说什么？啊，没有。你在说什么？我就是说，你的旁见的人气也是越来越多呀、有吗？啊。有啊，刚才那几个人。你之前来过吗？对啊。Vietnam people speak Chinese well. Yeah. Her voice is also very cute. Thank you. 谢谢。你什么时候来过？哦，你以前就飘过了一下，然后就溜了，是吧？没有啊。你就是在哪个城市的呀？你问仙仙妹还是我？你呀、我怎么感觉你像是主播？哈哈，你都没有说话吧你还挺厉害的，？They're learning in China, Vietnam War. What his story? 他 he is a weird person。He has been speaking the weird words and the envy words。哇，没有，所以。他就是没有。你看，你就要紧我上来，然后你就不理我，你都没有跟我聊天，还是低头学习学习，都没有陪着我聊天，那不是我应该来当主播吗？呵呵，你的中文真的讲得特别好，因为是这样的，我刚开始那个什么，Evan 也在直播间，
我的习惯就是因为你们是在语音，你们没有视频的话，没有画面的话，我就不用，我就不会看自己了。我看手机也是看自己，所以是我没，吗？对，所以直接讲话就行了，不会一直盯着手机啊，因为你们没那事边的没有呀，画面。反正你长得也是很帅的呀，你也看自己也是很合适。你是中国人？谁？我You are a little funny, yeah. just a little friend. 还不错。You have a good humor. 你的幽默感很好，我得向你学习。I have to admit that I'm really not a person who has a lot of Serious humor. people, serious talk，是不是我们太认真了呀？Should I go？No，他说什么意思啊？认真的 serious people serious go 什么意思啊？这是一点意思也都没有的呀。他就觉得我们的对话有点那个什么正经的，所以他就觉得，boring 是吧？要不然你就可以申请一下人下面的朋友，就上来陪着我们聊天也行。随便的朋友啊，还有什么啊？泰国的、韩国的，要不你就可隐身是吧？没听懂。你邀请他们，邀请他们上来。邀请上来，他们你们啊，我是邀请你的对吧？哦，对，像我我刚一刚，样的，你们就可是以你举帮我手上啊，来，要上来的可以举手啊。不，你应该抱他们上来。我给你设个助手吧。啊，可以吗？中原他在，啊，Smart Kid 来了，我邀请一下 Smart Kid 吧。可以随你，但不过是现在你说你是日本人，我也是相信的，因为你的五官真的很像日本人。丹博士，什么是丹博士？不可以呀，怎么可以呀？我手机有点问题，小问题，哦，谁都方便，Smart Kid。萨瓦迪卡拉，Hello，快靠嘛靠嘛，快干他！你真的是个戏精。萨瓦迪卡，我变，哦，蝙蝠差入啊，蝙蝠影呀。行吧，我就听你讲吧，我还有点 paperwork 没做完，你先 讲吧，我啊，听着啊。自言自语我，没有啊，我不是在跟你讲话吗？你能集中精力学习吗？如果我在你的耳边唠叨唠叨的，I'm doing the paperwork, not study. 那太认真了，哎，call I come。Go I come ah. Baby, you're using Chinese phone. Mike. 哼哼，中原吧。I don't know. 中原和镊子，这下面的朋友举手吧，你们。我上邀来请跟我几个，聊天，我邀请几个吧，可房以主可现以。在很忙。Evan 来了好久了，真的。那个 Evan，Evan，你看一下他，哦，你看一下那个哆啦 A 梦里面大雄。哦，等一下。
啊，可以啦。我怎么听到你在外面吗？听到汽车的声音。我吗？没有啊。嗯。Hello，嗨嗨嗨，嗨，叫啥你啊？没有，很搞笑。pew pew pew。哦，好了，其他就好了。有人上来了，真的很尴尬。慧慧，你可以讲话几句，他中文应该跟你差不多吧？你们两个，没有，我感觉星星比我好多了。哎呦，你可别说话，你们两个都差不多，都很强。都没你强。哎，你们怎么讲这么好？我是。I have been studying English for many years, you know, more than 10 years. But 再相比那个中文的话，就是你们学中文的这个进度说的是 so native。但是我讲英文学了10年多，当然我还是讲得很烂。就是十年多。像你们这样学中文的话，就已经说得很 native 了嘛。不，有可能是太喜欢了，然后学着学着就比较快一点。And Abigail invited the handsome boys, but they didn't accept. You know. Good girls on stage, my selection. Cover any handsome boy here? No, she Evan 就said. 是 handsome 吗？好好戏。哎呀，真的是啊。慧慧，你是哪里的？在胡志明还是？我知道越南有平阳、胡志明、河内，还有凉山。知道那么多地方，你是哪儿的？我是南方的。那你相当于没说 Where 话，南方的。terrible freeze，南方的。那你相当于没讲话。我有讲吗？行。哦，有一个，哦，还是你们几个？有哪个？我问他是哪儿，他说他是南方的。你不是说你是北半球的吗？南方有那么多的省份的，你是可以这样说我的。在地球北半球，你这样讲比较对，好。对。Indian movies，诶，Indian movies，他们的电影很慢，对吗？我知道有一个电影叫什么，八岁的新娘。哎，那个森森妹出去了吗？什么？这是我还是谁啊？哦，没有声音。我卡了吗？不卡吧？不卡，不卡，你都不卡。心里的话，我想要带你回家。你是学生的吗，Shulan？
我跟你一样，是。是啥？你的这个中文讲这么好，我有点瘆得慌。我讲什么你都听得懂吗？我讲这么快你也听懂吗？能听懂？我不相信。语速快一点，那我我讲也喜方言欢。吧，那我都讲方言，我现在不讲普通话呀。哎呦，太不快过分了吧！哎，那那讲行不你行？的。对一下讲方言给我们听。等下，我现在就在你讲方这，言。你真的很会欺负人哦。那叫人家回一点。是不是嫉妒啊？哎呀！是不是啊？你真的很会呀、啊！哎呀！很会撩啊，不得了，不得了！没有。挺会撩的，我邀请一下那个嗯，丁敦煌，丁永煌，丁永煌。嗯，黄丁永，欢黄迎，进勇，欢迎黄靖荣。嗨，你可以。怎么的？不是不你不害不不，怕我吗？我们一点尊严也都没有，谁也不敢；姿色一点也都没有，谁也不敢。只有你一个人发光的，所以我们就闭上吧，不要露头，不要露头。欢迎，欢迎。姓黄，是的，好。嗯，对啊，对啊，chỉ cần nói là nó giống như tiếng Việt là bị lát thôi. OK, 好的，大玩意啊。好，好好准备吧，谢忙。不是日本，你们可以给我点赞啊！这么多人，直播间这么多人，可以点，把赞啊点起来啊！啊，点赞讲点了赞。这么多话，啊，分可享以了可这以。么多中文的学习的方法，大家把赞点起来啊！点一下右边的小，然后这个礼物也可以刷一下嗯，啊，拉人气那好，个什么可的以都可可以以啊。刷一下啊，可以帮我分享一下啊。那个。你可以说一下你的问题。你刚刚说你有几个问题想问，对吧？有。西南，稍等个 Sam，那个是给日本人，那个是，我打给你。打给你，我听懂了。好，我打给你。
你先给我点十个赞啊！点十个赞之后给你回答，十个赞啊！太过分十个赞，嗯，我等你的十个赞啊！礼物我就不要了，就点十个赞就行了。怎么来的？点了之后我可以看到，一二三四五六，行了吧？好，我看到了，你刚刚说的。我给忘你看一了。下吧，说好，哎呦，你说这个是吧？这个叫台式，这个叫台式电脑。等一下，我耳机掉了。掉了。我为了给你看我的这个台式电脑，我把耳机给不小心划掉了。仙仙，你作为这个直播间的老伙伴，old friend，你帮那个我们的黄红。真空，哦，怎么啊？Sorry，好啊，怎么讲你的名字啊？黄丁勇，丁永黄，那你有中文名字吗？你可以改成那个中，改一下中文就是勇敢的勇，哎呦，操，就像那个他们两个。一个星星，一个慧慧，他们都把这个，还有我 Shinan，然后我在学日语嘛，我学英文就把 Shinan 打在上去，学日语就把 Shinan 打上去了。那个星星他把星星，然后那个韩文念什么？森森，星星，森。对，你学中文，你就可以把洪勇那个两个字打上去，然后我们就知道怎么称呼了。然后你刚问了那个，可以到处拿着电脑是吧？就这个，就可以这样拿着是吧？这叫笔记，laptop 就是笔记本，我们笔记本。是。Laptop 就是英语来说的，玩啥？Play it。我现在玩这个，玩吗？晚上好，then，玩字吗？这样玩吗？这样玩。咋玩意呀？你们？You are so active. I'm 我想星星星星 you help me to translate the question of Hong Yong 的 question. 你讲一下，勇，你讲一下越南语，然后让星星帮我翻译，我有点没听懂。就是怎么说的呢？就前面的这个词的呀，他懂得的，就是什么玩的行为，但不过是后面的，然后两个词的如果组合起来的，那有啥的意思？他就看不懂这个词的
就是你们那边常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说这个什么词汇啊？还是不用的？拿点伟你家来。等。Tại tại vì bây giờ bạn nói cái gì cũng không hiểu. Hiểu không? Không hiểu đang nói cái gì hết nên nó là bây giờ cái này là xem thử là bạn nói tiếng Việt là nó nghĩa là gì để mình xem thử là ở trong tiếng Trung nó có như vậy hay không á.不好。其实我懂得他的意思了呀，真的很像你们那边的玩的什么成语接龙的那种的呀，你知道吗？或者是有一些的什么游戏，比如说他们就问你啥的东西，然后你就猜出来的那个是什么东西的，就是丸子的意思。玩，Who am I？我是谁呢？比如说吧。我们就玩了一个游戏吧，我都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但不过我自己的懂得就是这样的呀。比如说，现在我们就玩一个游戏，比如说好，我现们在先我玩一先个。思考一下，就是一个东西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都不重要的呀，但不过是你们就来问我的。我只能问什么是还是不是的问句的，然后你就来猜猜的，我的思想在想什么东西，想到的什么东西，这不是玩字的吗？点吧，点吧。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然后你们可以点一下关注，下次开播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第一时间得到通知。And welcome to the live room. And guys, you can follow me and when the next time when I do the live then 啊，你先打着。你可以讲，可以，没事，你可以，it doesn't matter, you can speak English。我在武汉，武汉，嗯。三峡，the dam，你说的那个是，就是挡住水，然后 make the electricity，那个在宜昌 city。
上班，上班。11点半了，难怪我这么困了。那我就先下哦，你们慢慢聊。你们那边是现在几点钟？差了一个小时。你们现在？你不认他的呀？其实约俩人的呀，家人们。叫还在啊？好了，那你们聊吧，我就先下了。那个，拜拜，石兰。不，我那就个，等一下，星星，就逛。我问你叫什么名字，用越南语教我一句。他们就可以叫你的呀。你现在就说嘛。啊，好吧。他舍不得，我不睡，想逛街了。他说他那要出去溜我达。叫你呢，板凳来西板凳难西，呀，good。拜，好，拜拜。